酸。我讲有我的塞嘛，他就特别，因为很多是女孩子的嘛，女孩子可以穿的嘛，他就给我了，他就跟我讲了，哦，我跟他买呀，因为如果没买呀，他又冤到钱，他现在在里面才赚多少钱？帮一起 transferring 这样。有赚到钱，两千，两千出一点，扣了是两千出一点。你两千哪里在 KL？ 还好他是住里面。哥，叫他不要吃那么贵的东西啦，每天吃好料，我看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哇，老魏每天在 BM 里面跟朋友一起，每天叫很多好吃的，哇啦。可以，要紧，给他吃一点。贵耶，他们叫 delivery 这样。对，他们没有办法，里面真的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可怜他们。江敏，放弃啦，江敏，放弃啦。我们平常心打就好了。你看我也是没有练起哦，你也不要练了啦，哎呀。被钱，有天分不一样。有天分还会输。我最讨厌他。他从来没有想过。如果见到你这个杀手哦，好打哦，就不怕了。如果你见他是，如果有人见到他是那种，他就很，他就乱掉这样。他就很开枪。啊，就乱，知道那时候。其实他那杀球也不在努力，我反而努力，人家就不理解。要这样子好一点。要上家里补一点还不迟，因为一个人蹲底下拍打在底下等抽，所以你现在这个你少力一点杀的时候，脸啊又不是你上高一点，不要这样有力，人家就会拍拿不上，而且你那一针呢你接到了，那球一定不免了，下一粒才来后面，因为你手在上面了，他就可以，你又跟他捡了。所以你们杀球啊，就是不能安全，不能安全，你只要弄他自己分配就好了。因为他的球就也是哪里来哪里回。这不是去 KO training 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去，也没有可能。他只是去做很多的操作。如果你还觉得接得到也不错啊。嗯。努力想接出去了，你是干两段速度。幸好他长，如果他没有这样高啊，他只有杀球的话，哎呀，疯了。
以前我们出去还要带工具啊，要求就是吃。哦，哇，吃了茶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姐，我等一下陪你去喝茶。我已经两年没有去喝茶。手都不会打你哦。没有，他中彩票。不要中彩票。哇，开好美，开好。你不错，你够边，你够稳，他就开始开过了。他是讲他能开球是不错。啊？又有跟你比较好吗？哎呀！你看他这一球上。搞的，那就不能了。如果你杀精的，容易接回精灵的。我是想送体力的。他有三个东西，你让他一起跳，他会很好。他有时候早点杀，有时候慢。他有时候早一点杀，有时候慢一点杀。而且他全是高低有强，所以他们呢很喜欢去扎场，一个人都要水怕的，就是你杀我，我给你保死。完蛋了，这球中间一定死。不会啊！一点球没有了，哇，怎么可以打到这样？你以为？真的，385。阿哥，这个球很硬哎，还可以变成这样，哇，多厉害！要跟我们讲那些伤害牌哦。这个300多肯定。一年级多少？很快。马老师，我们在前面讲话，这样可以看。很大。就是等等。可以用的，是不是？他开球开得火。我拉我一次，是变两次位。我现在有在一直切，我以前学一直切开球。有吗？你都没有要发呆，你是不是这种发呆？人家每一粒杀中间都是打假的。你这人前面就叫我是开球头，开球头，我在这切切很多位。给人家取掉一个，还要取一个回来，这样才任性。他们全部移民去英国了？没有。爸爸妈妈在这里。我跟妈每次他们辛苦啊，以前啊，你老老两个就是自己待在这边，打磨一年一场。是吗？嫁到这样远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样改天你老了啊，所以我就是不要给孩子出
怎么可以是你？没有很难。男生可以来，女生哦。没有啊，像我儿子这样，如果去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不要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外面的世界很美好。不是，他总觉得我们太过拼去赚钱啊，怎么这样子？外国比较严重。你知道他那 life 就是很重。是啊，我在台湾也是。你看啊，节奏就不像我们这边。是是是。嗯。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你不要去外国。我讲你这边不玩了、啊，你最后一些钱你要去 K， 你再多你自己找钱才去多，不然不行。因为他一定不要回的，他一定不要回的，因为孩子是我们懂吗？他的character是怎样的？